讲到每个女仔最辛苦的地方，绝对不可以不提每个月都要经历的经痛。营养师李婉平就分享可以怎样有效缓解。很多人都会透过热敷或者饮热饮，他说热敷的确可以令到肌肉放松，舒解疼痛，而在经期那阵也都可以晒晒太阳，等身体补充微量元素。至于食朱古力和饮热朱古力也都的确有根据，因为朱古力含丰富的镁，不单止可以令到子宫的平滑肌放松，还可以对痛觉有抑制，降低人体对痛感的敏感度。他提醒要预防和改善经痛，不单止要补镁，亦都要补钙。含钙丰富的食物有芝麻、豆腐、牛奶、酸奶等等。除了朱古力，含镁丰富的还有杏仁、腰果、花生、菠菜、香蕉等等。如果想养成不经痛的体质，可以试下吃芝麻包配豆浆，或者喝芝麻牛奶，吃 70% 以上的坚果朱古力，或者亚麻籽乳酪，和菠菜豆腐汤等等。